校，你觉得你们考的好不好？好，你觉得考的不错的请举手。我说我考的还可以哦。你觉得你考的不好的请举手。为什么会觉得考不好呢？因为他们都没读书。啊？为什么会觉得考不好？数学上的成名。好，为什么觉得考的不好？讲考不好比较安全，是不是？还是真的觉得自己考不好？哎，雅轩来了。你是不是懦弱？是的话就不能来。哈？你干嘛？陈敏书说他很想。妈妈叫你来哦。太近，你远一点。盖楼是全部盖楼在西啊。这是上一天题哦。你口罩先戴好。好。如果我相亲的时候，我会叫你，只要你陪我去。老实说，其实我觉得你们考的还不错啊。可以吃早餐。可以。破掉。这个吗？这是，这本来衣服本来就这样，这衣服本来就这样设计的。其实我觉得你们考得不错啦，虽然先不要跟别人比吧，就是我觉得你们考得不错啦，因为，不是啦，不是这样讲啦。因为我几乎没有讲什么题目，你们还会写，就让我还蛮惊讶的。我不是把最高的排在这上面，我不会排高低分。我不会按照号码，也不会按照顺序，什么都没有。改谁？就改谁的就改谁的。他们突然变成长颈鹿了，这样。就。我觉得你们是在我的惊讶之下，我觉得考得还不错了啊。但是如果你要去跟别班的比，可能会有点小失望这样。可是如果是跟自己比啦，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如果要跟别人比，永远都这个比来比去会气死人这样。但是呢，还是有时候还是要去跟人家比一下，因为这样可以要求自己更进步，这样。但是首先要先跟自己比，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，这样。啊，基本上我觉得啦，哈，我改完之后是开心的，我改完之后是开心，两个班都一样。七，我三个班应该都一样了，三个班。九二反正不是我理想中的，就是有些人没有考出来，但是他们比你们更有自信了，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觉得他们会考得不错，这样，都还没看到考卷，嗨。那你们就至少这次还有一两个敢举手说，我觉得我自己考得还不错这样。基本上我觉得你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进步了，几乎每一个人就是答题的方式、写作的方式，就是很有想法的写，不是把它记下来，因为有些东西是需要稍微训练一下的。我都不太讲，可是你们竟然还可以写，嗨，这样，所以。自己要懂得这样，自己要懂得去赞美自己，鼓励自己，给自己自信。人的自信心是这样来的，有时候自信心不是透过别人给你，因为别人给你那个太，别人给你的那个有时候要不到，啊，你自信心希望从别人那边给你，那个蛮痛苦的。然后别人如果给你一些比较不好的言辞，然后你就对自己伤害，就是伤害自己。我是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人，我就是。头脑笨笨的，然后不聪明什么之类的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就是要去想说，我这次进步了，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。任何一刻都一样，你要去找到自己的亮点，自己去赞美自己。好，郑伯龙，红毅，我忘记最高分几分了，但红毅92分，他应该是要考满分的了。陈品硕。我印象中你们这次跟上次比起来，你们进步了快6分，全班呢，全班。陈恒宇，
你们到底进步几分？可能自己稍微看一下啊，要看。好，我那个忘记拿过来。田家宇，田家宇考得很好。上次考几分？你还记得吗？因为年度簿是上学期那一本，所以看不到。哎，有，拿出来看。还没，在我那里。好，蔡佑生也考得不错。你帮他看一下，都可以了。哎，帮他看一下。王宇吉，好，我觉得应该是考得不错了，应该是啊，我应该没有记错。对了哈，这个分数应该不错吧？我没败啊。对了哈，上次几分？大概三十几哦。对嘛，他上次三十几，现在五十几，厉不厉害？进步十几哟！哎，雅轩，嗯，加油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李宗佑，你们看一下李宗佑后面这一面。先看一下后面这一面，有看到很认真吗？几乎都知道该怎么写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对答对率不是很高，可是。可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他能够写，就代表他已经有想法了，理解意思吗？他主要是错在前面了。来，谢谢大哥。永勋，谢大哥，对吧？哎呀，不要看了。永勋，那个题目要稍微练一下。陈佑考的不错，但是比上次低一点，好像是因为你上次考的比较好。对了哈，黄品源又更高分了。他上次考几分还记得吗？忘了，我哪里在？五十几分，他这次考几分知道吗？七十几分，没到七十，但是也接近了。老师，我上次考四十几分。66，好，他这次考了七十分，谢谢你提醒我，谢谢。他是，好，你要把那个绕场一周那个，绕场一周走秀一下这样，对不起，哎，好，所以他上次四十几，这次七十分，二三十分。可能最高的是他进步最多的，珊珊因为不太认真了，珊珊过来。珊珊害怕。我不太清楚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但是珊珊因为上课不太认真，你自己知道对不对？就三不狗洗就魂魄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法写还没写完，好，好，等一下记得帮我准备棍子。李星辰，你帮他看好了。洪云秀，来。我等一下后面而已。哎，我不太知道你上次考几分。陈明进，陈明进，你要记得要做好的记录。就是田家也不错了。第二个九字头的91，黄东升。黄东升这一面也考得不错呢，有看到吗？那个填充题几乎都是对的。你要不要再做一下刚刚那个动作？有了，他有进步啊，黄东升有进步。子燕，子燕其实也写得不错。好，湛南可能是最高分的吧，97分。就错了一题选择题，为什么选择题会错呢？想一下，为什么那一题会写错？林思，我印象中你上次考几分？你自己说。37对，37，他这次考57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两个。为什么会对他们两个特别有印象？因为他们两个很认真，所以我会特别去注意那些很认真的人，他到底有没有在进步？这样，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。这两个人真的很认真，可是他一直考不出高分，就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这样，然后就会心里面就一直在默念，希望他们可以考好这样，因为他们努力啊。努力，其实老师都很清楚哪些人很努力，这样。像珊珊如果愿意再努力一点，东升如果上课不要再发呆一点，真的啊，他们两个就是东升还比珊珊好一点，珊珊就是经常性的人就不见了这样。博轩，博轩很认真的，这个慢慢来。博业，我忘记上次考几分。有没有进？哎呦，君州跟正南一样哎，97分哎，也是错一题，为什么他会错呢？想一下，田瑞桥上次考几分？73，这次考了85。
陈鸿章，点搞点盖柯桂恩，四十九，这次进步一分。洪巧玲，蔡巧玲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蔡巧玲上次考几分？啊，差不多进步五分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这次进步最多的应该是陈品硕。对了哈，那进步快三十分嘛。李星辰他二十九。你给他老婆来。不可以哦，这是错误示范，不可以。他自己要公布给大家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你们的成绩我都没有讲哦，我只有讲几个九十分超过的那个。好。你中了。好，那个先看一下你们比较希望，我稍微讲一下背面。背面第三题，就那个计算题的第三题，懂吗？他拿了300块钱给他们去买鸡排跟饮料。所以他基本上这300块钱，基本上就拿了300块钱，这300块钱去买那个鸡排跟饮料，对不对？可以哦。然后鸡排一份多少钱？50块。饮料一份多少钱？现在的问题是说，来，他说。300块钱要全部花光，对不对？要全部花光。然后呢，鸡排的数量是 x， 也就是说，鸡排他买了 x 份，买了 x 份。饮料买了他的饮料的数量，饮料买的数量是 y， 这个是数量，这个是数量。他讲数量，他不讲几份，通常不会讲几份。鸡排的数量买了这样，饮料的数量买了这样，所以他请你利用这个写出 x 跟 y 的关系式。这里是错的，马上写。我没有给你打勾的，请你马上写一下。基本上就这样而已。总共有300块钱要去买鸡排，要去买饮料。那鸡排一份50块。饮料一份20块，那鸡排买了这么多，这么多份，数量买了这么多，数量买了这么多，然后饮料买了这么多，那么第一小题的答案会是什么？错的人马上写，对的人请你去看你当初错的题目，或者是说，就算你是对的，就算你是对的，你当初考试的时候不太有自信的题目。现在要把它问清楚。千万不要让自己在发呆状态哦。好。就是我们的目标还是在下一次段考。就这次考完了，接下来的目标就下一次。要让下一次更好，就这样。考完了目标就是往下看的，绝对不会再往前看。你考得好的考不好那个都是过去式。我的目标在下一次。下次我要考得更好。或者下次我的能力要更进步，就算考试分数没有出来，像刚刚那个，刚刚二班有一个同学去找我，他说 他跟他们班打赌，他说如果他这次考超过60分的话，就把头剁下来给他们做。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可能考超过60分这样。我只问他一句话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次你比较会写？他说是，我就说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代表你进步了。最后的结果是怎样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至少你在考试的那当下，你已经觉得你比以前还会写，那代表你进步了。人就是这样，你只要永远让自己有在进步当中，就是一种快乐的感觉。好，写出来了吗？这怎么写哦？所以鸡排花了多少钱？鸡排花了多少钱？要怎么算呢？一份50块钱，买了这么多。所以就把他们两个怎样做乘法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做什么运算？所以饮料加鸡排总共花掉了300块，就这样。
第一小节答案就这样而已。你写这样，我不会说你错，只是我们会把它稍微写好一点而已。50x 加20y 等于300。第一小题应该是写这个答案，这个叫做 x 跟 y 的关系式。你们平常在练习东西哦，像明镜要特别注意，你在写物件时，爱怎啊家己在写啥？这个博轩有进步，本来他有时候写下来会写成这样，50x 20y 等于300。可他现在比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他会把东西写正确。我有看到你们的进步了。接下来第二小题呢？第二小题呢？他在问什么？所有情形。他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所有情形呢？也就是他可能可以怎么买了？他可能可以怎么买？因为你买鸡排，那个店员会骂你二分之一块鸡排吗？一定是一块鸡排一块鸡排的卖你，对不对？一份饮料一份饮料的卖你啊。所以你在找答案的时候，你在找答案的时候，你只能够找什么答案呢？他可不可能买一块鸡排呢？如果买一块鸡排的话，这边是花掉多少钱？花掉50块。那如果花掉50块的话，那就代表，因为他要把300块钱花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买一块鸡排的话，这边花掉50块，所以就变成剩下了250，全部都要花在饮料上。问题是可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没办法整除，对不对？没办法买的刚刚好啊，没办法买的刚刚好。比如说，他可能可以买个8杯饮料啊，不是啊，不止哎，22杯，对不对？买22杯乘以20会等于不对，对不起，12杯乘以20会等于多少？240，所以他有把它花光吗？他会还有10块钱没办法花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哦 ，x 如果是1，y 会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如果把它硬算 ，y 会等于多少呢 ？x 如果一，这边就50，那这边就一定要250，所以 y 会等于对，20/250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发现它没办法整除，可是这一个确实是它方程式的解，只不过这一个不是它真正可以买的方式，它不可能可以这样买，可是这一个真的是它的答案哦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它真的是它的答案哦，可是对这一题来讲，他没办法这样子买，因为他不会让你在这个，如果把它算一下，会等于12.5，他不会这样子卖给你，他会卖你12杯，然后找你10块钱。所以自己找找看，自己找找看，那个写在笔记本上。这里对的人，你就是去看错的，反正你就记得。时间很宝贵，你一定要很清楚。如果你觉得你在考，就算是正难也好，90几分的同学都好，你整张考卷当初在考的时候不太有信心的题目，觉得卡卡的不太有自信的，你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跟我问清楚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在下一次。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动作是为了让不懂的东西学会。每天进步一点，每天进步一点就好。这一组答案是方程式的解，可惜这一组答案不是我们要的，因为他没办法这样子买鸡排跟饮料，因为他希望把300块钱花光。我这样真的也可以把300块钱花光，可是实际上没办法这样子买，他没有人家在买12.5块饮料的，
没有人家这样子买的。所以这一个对方程式来讲是答案，对这个关系式来讲是答案，可是对我们这一题来讲没办法这样子买，实际上没办法这样子买。我可以买一杯，我可以买一块鸡排，然后你剩下250块钱，你可以买12杯饮料，但是他不会说再买卖给你半杯饮料这样。如果他一定要一杯一杯卖的话，所以你能不能找出真正符合他，然后又符合提议的答案，到底有谁？自己找一下。你解决了吗？你自己的这一题解决了吗？知道为什么呢？确定哈？好，啊，当初为什么会弄错了？好 ，OK。所以其他题目你都没有问题了，确定哈？确定好。如果你这份考卷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你就找我一下。这份考卷完全都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一定要讲哦。啊？选择题的哪一题？第八题，好。我刚刚看到那个，林思写这个答案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算法。这个林的好处就是可以让这整个不见，对不对？就没有鸡排了。那没有鸡排，这边就没有花到钱，所以300块钱全部花在饮料。所以饮料就刚刚东森讲的很好，20y等于300，对不对？所以 y 是怎么算呢？300除以20，对。所以就是300除以20，然后其实你不用急着要心算，就先写下来，然后再来算，其实不会花你太多时间，而且更容易算对。可是这个会一个困难，就是洪章讲的非常好，你讲这个答案到底符不符合提议呢？不符合，对不对？他应该会希望有鸡排也有饮料，啊，不然你吃鸡排了，嘴巴没东西很明白的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也不能说你写错，对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一组答案有了，然后另外一组答案就这边是零，然后这个就变成多少呢？就300除以50就等于6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只买饮料，这个是只买鸡排啊，只有这两种答案吗？没有别的吗？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？我跟你讲哈，如果是我哈，我会先做一件事情呢。我一开始不是，抱歉。50x+20y等于300。我在找他的答案之前，我会先对他做一件事情。对，类似，我先把它变成这样，注意看哦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下面找到的答案，可不可以给上面用？可以。可以。啊，下面有没有比较简单？有。这个叫做改写，还记得吗？同处改写，可是影响得了我这个的答案跟这个答案是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用下面这个答案来找是比较容易一点。好，所以你找到一组答案零跟，如果这是零，然后这个就15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如果是零的话，另外那一个就是6。可是没有别的答案吗？没有别的答案吗？没有别的答案吗？同学还记得吗？我这个给他加2得到多少？我这个就要怎样减多少？减5，所以会得到多少？这一组是答案，还记得吗？这一组真的对哦。再来呢，
加二，这个得到多少？四，这个多少？减五得到多少？保证对，然后再往下就是谁了？你了。对，往下这边会变多少？六，这边会变多少？所以总共有几组？这四组里面比较符合提议的是这一组跟这一组，懂吗？把它写下来。这个的道理在哪里？加二回去的时候 ，x 回去的时候会被乘以五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会变成加十。可是你这边是减五，减五回去的时候会乘以二，所以会变成减十。一加一减，哇，消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组对，你这边加二，这边减五，它一定也会对，二跟十保证也会对。做好的记录哦，你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哦。错的解决了吗？啊？啊？还没？哪一题还没？就选择第八题。好。选择八跟九。你这个有一个笔记就没有做好，刚刚怎么找到二跟十的？加二减五，你没有写出来。然后最后还有写到六跟零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题目没有写，写这个就没有意思。要做完整的记录，懂吗？你平常没有做完整的记录，你的想法就会只剩一半。你只写这里，这里没有写，然后这旁边都没有写，代表你的想法是不完整的。所以难怪为什么你会看到题目的时候完全读不懂。选择第八题，哪一个？A 叫做负三二，在坐标平面上，下面哪一个不是跟它相距五个单位？好，基本上这个在坐标平面上呈现的样子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坐标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坐标平面上呈现的是什么？画在坐标平面上是什么？一个点不是吗？就一个点不是吗？注意听哦，珊珊看好这里哦。这一个坐标表现的是，这个坐标表现的是，它的 x 的坐标是负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 ，x 的刻度会找到负一、负二、负三、零在这里。然后它的 y 的坐标呢？二，所以它会往哪里？我找到 x 的刻度是负三之后呢 ，y 会往哪里？会往上几个刻度？再强调一次哦，你是先找到它，对不对？先锁定它，锁定它之后呢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。锁定它之后呢，再怎样？从这里再往上拉了两个单位的长，参考这一条参考轴，所以我点在这里，然后再把它擦掉，这个就叫做 A 点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好，题目说跟它距离相距五个单位，五个单位就是五格，可以吗？相距五个单位，那跟它相距五个单位，相距五个单位，你觉得跟它相距五个单位的东西在哪里？距离了。注意看我这里哦，这里是一个点，对不对？一根粉笔的距离，跟我这个点，一根粉笔的距离的位置在哪里？这个点，一根粉笔的距离哪里有？这里是不是有一个？
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是不是都距离一根粉笔？有看到吗？跟这个，我这个地方不要动哦，我这个地方不要动哦。请问跟它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的点在哪里？粉笔的末端，通通都跟它距离一根粉笔距离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所以请问一下，有几种可能？粉笔的末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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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用红色的了哈。粉笔的末端，我跟它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，跟它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，跟它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。我用红色代表跟它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。请问一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这些是不是通通都是跟它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？这一个跟它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，对不对？这一个跟它也距离一根粉笔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现在他说他想要跟它距离几个单位？五个单位。所以请问一下在哪里？五个单位，谁有那个随便一条线或者是什么？这个借我好了。一二三，所以这个大概四，所以我以黑板来讲，这个大概就是我五个刻度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五个刻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它距离，跟它距离五个刻度，这个是不是都是距离五个单位？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跟它距离五个单位，跟它距离，现在我是不是通通都是跟它距离五个单位？我跟它距离五个单位的点，通通你看我现在点的每一个点，是不是都跟它距离五个单位？可以哦，所以这些是不是都对？了解意思哦，请你把这个图画出来。我刚刚抄错那个整个图形画在笔记本上。谢谢。画在笔记本上，每一个人都要做。每一个刻度要一样长哦，然后你那个五个刻度有多长，自己要。我刚刚是真的用五个刻度的距离去量的哦。所以它的跟它距离，跟它距离五个单位，它会很自然而然的跟它距离五，只要是五个单位，只要是五个单位，只要是五个单位，都是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只要是五个单位都是。所以把所有，请你把所有的可能都画出来。把所有的可能都画出来，然后有几个可能的位置，有几个可能的位置很容易可以标示出来。尺，用尺画。好，下一次用0.5公分。至少0.5公分，下次如果你们画那个，至少用0.5，好。首先，你先把-32标示出来，把-32标示出来。你要先标示出-32，然后你才有办法再去。重来，你没有这两条没有用尺，重来，新的一页，画得很漂亮。
然后你看我刚刚用抹布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现在你就利用想办法用手上的所有的工具，想办法画出那个五个刻度的那个，所有跟它距离五个刻度的那个点，全部都把它画出来。我刚刚是用抹布嘛，那你们手边有什么工具，自己想办法。你们用尺可以量出那个五公分的嘛？不是五公分了，五个单位，你们的一格，看你们有多大。你们可以互相帮忙，可以互相帮忙，也可以自己来。比如说，我刚刚也可以自己来。我先量好我的五个单位有多长。我先量好之后，这就是我的五个单位了，然后我就可以。所以我在黑板上办得到，你在下面也一样可以用你的工具，想办法用你的工具。啊，当然你也可以请，也可以跟别人一起。我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些上面的所有的点跟它的距离都是五个单位。然后你可以知道这个点的坐标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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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它为圆心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做圆周，对不对？在固定的长度的情况之下，我就可以画出一个圆。这一些上面的所有的红色的点，通通跟圆心都五个刻度。那你能不能这个圆心？我们已经知道它是负三，这个圆心的位置我们是负三，然后这里是二。那你可以利用这一个，然后还有距离是五个刻度，距离都是五个刻度，因为我的半径通通都是五。因为我要距离五个刻度，那你能不能写出东西南北这四个位置呢？不管图形画得漂亮丑，你就是把它画出来。笔记本没带，这个刀片需要用才拿出来，啊？你的尺呢？那你应该跟同学借啊。你要准备。对不起，我好像都没有跟你借，就直接拿。不好意思，拍谁借我一下？我借他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。那个借我一下。来，红衣虽然画了丑丑的，可是他还是画出来了。他虽然也画了丑丑的，没有了，今天画算漂亮。来，那个不管画的好看或不好看，你就是想办法用你的工具画出来，好不好？你看崇玉都画了丑丑的，你们应该都可以画的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其实画的很棒，因为你们没有工具，啊，我也没有工具啊，我只是用抹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君州用了一个方法。君州用了一个方法，他用了什么方法呢？橡皮筋行不行？等一下，橡皮筋行不行？我可以用橡皮筋来画圆吗？不行的原因在哪里？等一下啊，啊，弄个艺术是安那？伊会扭来扭去，对，本底汉仔长尾阿边呢，阿边安尼边安尼，安尼你画起来就会安怎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用橡皮筋来画圆。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哇，糟糕了！
我真的有用橡皮筋啊，可是怎么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想要画成什么都行哎、欸，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你有办法固定它的长度吗？有啊，不行啊，因为它可以伸缩啊，所以不行啊，好、哦。所以不能拿有弹性的东西，不能用有弹性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但是它必须要刚好跟你的刻度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要太有，它这个就是不是不是，好，对。它其实基本上已经画出来了，可是因为太有完美的追求完美，所以它又把它涂掉。有没有看到它涂掉的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蛮远的了，对不对？不用太完美，好看就好。不是，那个画出来，然后我刚刚看那个博轩就凭感觉，所以因为他凭感觉，那他的感觉又不太准，所以他画起来就会变这样。所以一定要有工具，剪刀都可以，就是你要去量出，所以不能只是凭感觉。来，等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来，这一个位置，哎、欸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-32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一个点的位置，这一个点的位置，跟它在相同的什么？看好这里，这个点跟它是在相同的什么？这两个点都在相同的。相同的线上啊，那这一条线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平的，它会平，就是因为它的 y， 对，它的 y 都等于多少？啊？二，肚子饿了没？再来呢？它在它的右边，对不对？所以 x 会改变，对不对？所以 y 不变。x 会变，所以-3往这边五格，所以就会变-3+5，得到多少？然后从-3往左边，所以-8。再来这条什么东西都一样，这条 x 都是-3，然后它的高低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它的这个的高度在2，对不对？2往上五格，所以2+5等于这个往下五格，所以-3，所以这四个都是答案。那其他的我就不会算了，我只会算这四个。这样了解吗？可以哈。那样子可以吗？会遭奸计吗？你的问题在哪里了吗？有没有抓到题目在讲什么？OK 吗？